阶段，像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急救的阶段，那后来是我伤口的照顾，那后来有复健，那最后我有所谓的回归的这些机制，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。那以我们的经验，我们都知道这些大面积烧伤可能它需要三年甚至五年的时间，才慢慢会生活上步入正轨，可以回到医院、回到社会、回到学校去。这个我们都按部就班把我们这些病人都照顾。